我觉得星星是一个非常勇敢也非常包容并且支持每一个女性去自由表达的品牌。我觉得其实每一个女生无论外界如何定义，都应该更加包容跟自由地展现自己。我觉得服饰不只是一件衣服那么简单，它应该是关于自我态度的一种显性的表达吧，也代表了每个人独一无二的生活方式。其实穿衣变化的过程也是在不断地寻找自己的过程，我觉得了解自己才能够找到适合自己的风格。我现在会倾向有修饰身材功能性的，当然还要时尚跟百搭，最重要的就是穿自己想穿的舒适的。你真的真的很美，而且我们要非常的自信。会有一段的时间留给自己，可能就是陪陪家人。